后抢啊，在韩国这边的双人组其实被压线的，如果这个血量掉真的很多咯，再点一下，继续点，菲克顶不住了，赶紧走了。第一波压线，露露还是得胜。露露目前吃定数还是稍显落后了，算半波进一波的一个吃定量。只是中国人这边还是需要哦，都往前了，露露顶到瑞空被留住，想要跑，明交闪现再交，至于不快是被缓速的一个阶段。秒杀吗？不太像嘞。马上我走了出来，闪现过去直接硬嘟砸露露的一个套盾，不过九筒从后面爆破球扎进来，把赵信扎到了左边，不过硬要收，赵信在死前直接把飞克给换掉，马上我也是功成身退啊。上路位置，上路也在单打，盖住，哇，嘉文要死了，雷利要被点死了，灭龙一级的伤害不足以击杀凯能，自己就是被击杀。是凯能 TP 落地之后，他想要打他。哦，首先看中路，这个 gank 其实 CC 线接的蛮好的，但是酒桶他这个 cover 实在是来得太刚好了。哦，我觉得 Faker 这边有一点点不小心，因为他后续虽然到塔下之后意识很足，意识，哎，这边。有机会撞到，撞到肚子顶到了一只反棒，赵信被留在前面，他只有五等，没有大绝刷，不过伤害很够，直接把九筒给反杀掉了，有点危险，但还好，没事，一次抢回去，还是很顺畅，还是很顺畅。上位置，个留住了雷米，雷米被留住，爆顶直接炸开了这个哇，围上的范围，这下尴尬了，只能往反方向逃走，开始。千里大逃亡，想要回头，这肯定是长征啊！想要过蓝 buff 区，不过蓝 buff 区刚有了凯能、哎、回身串，刚好雷兹绑住，这个嘉文又要死了，而且人头是落在了飞科手中，连凯能都有助攻，那这下很不妙。嘉文本来想要利用中间一波空档的时间，这就其实有点象征，是说他没有要跟你换血。赵信又来了，来堵起来，大绝击飞，再一个击飞，到雷还差一点伤害，赶紧跑、啊、跑掉喽！他闪现还没抓好，哎呦！这还是烫死嘞，有中没中没太大关系的。来看一下，应该是中路这波，这技能露露都交掉之后，对他已经 Q 后面，所以Faker这边觉得他换血很优嘛，甚至想把兵推完。那赵信这个时候普攻一下，然后配合 R， 你看他一落地之后就被戳起来，全部技能是全中，只有露露的这个 Q 没有中，但是红中的这个伤害已经足以把他烧毁。哦，他是要顺着上路看嘉文能不能。凯能在左边直接开大兵，甩开刷开，继续电射过来包抄，只要杀赵信被留住了，一起当剑往前骑，但是得死。E Q 凯能普攻，哇，上去闪现，但一个嘉文 E Q 上去也是剩下人头。这个旗帜可以送谁下来呢？是瑞空，是瑞空开启大绝闪现，没中，控制一个都没中，有了后续的捞起来留住。右边雷兹被关在了蓝 buff 区，雷兹在想操作救急电话弹起来，雷兹不交闪，想要硬是换一打二交闪现过去，刚好瑞空来了，布拉姆也到了，冰河流星没炸到任何人，不过雷兹位置正好，哇，雷兹扭开了，走掉了，对面盛大登场继续的输出，飞克走位很好啊，直接把雷米给换掉，哇，不，飞克这个好猛哦，扭来扭去啊，飞克这个这波有点极限，交换的话一定是中国队得胜嘛。但这波操作其实有点令人讶异啊！这一波其实香锅跟 Lemmy 一开始已经没有算配合得很及时了。我刚刚看到小地图画面是 Lemmy 还在用，哦，下路又打起来了，法洛斯已经死了，这个没有了吧？这个应该 UZI 倒了，啊 UZI 倒了，这是什么？小狗倒了，但怎么办？飞克位置，飞克被抓到三人的一个包抄，团战对这两支战队来说算是开得比较战斗场面异常火爆，异常火爆。下方下路一个对点，先把路的对死啊，这一个。赵信的一个都是被九筒的肚子给撞掉了，这应该是不太能打，因为双人现在下，如果这边被抓的话，应该还能想 TP 过来。赵信冲了进来，心愿无双要刷一打三啊！你霸气一打三，哎，这个马上过死掉了，在左边的位置被抓到，西野被 Faker 给劝退了这个蓝 buff 区。哦，不愧是香锅，郭老师坐车过来要追。哇，这个陨落西道往前，雷霆风暴直接电，要被没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还有机会跑。中路跑很快，可以。古希叶这个跑速很可以。这边看起来配线有点失误，中国队抓到一波机会，直接把对面韩国队的一个塔给顶掉了。顶到二塔的话是相当赚的哦。预示者要来了，雷兹跟凯能发现情况不太对，必须要靠怪手了。上下的人员赶紧过来靠，预示者最后还是撞到了二塔一头。这个时间点，双方的一个对决，飞克有点要开街。往前要打，再一个 EQ， 有人要包抄喽！中国队已经调派了人手过来，走河道来的哦。要抓Faker，现在有点难跑，这个有点难跑，对，这有机会死掉。鲁鲁交闪，你是一定跑不掉的。过去闪现，直接就有电话没弹到啊！哇哦，这下就有点尴尬了，那嘉文不妙了。知道你四个人在上，凯能直接进到了塔下，留住嘉文。不过浩劫降临盖住了一个凯能，远方兵线过来中了，哎呀，真的晕到了，肚子撞直接死。雷米这个水晶剑，因为其实作为辅助位来说，他一定要很及时的去布视野，看一下这个距离在哪里预判的。总有紫草发射目标，所有人都知道。
一发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这个啊，太准了。好不就？当然，在看到了上路没再推的时候，中路会选择退掉。但其实Faker根本没退啊！还在骗哦，还在用骗的哦。对，Faker以为大家以为中路队以为Faker回家了，Faker没有回家。哦，直接开球筒绑上去，球筒多连锁命中，球筒瞬间融化吗？秒杀！到了闪现还是得倒，而且布朗姆在前面架了盾，也是被四个人给夹死了。布朗姆也倒了，哇！这下是巴龙的节奏。应该跟他说，这个下路塔不要了，血晶病不能掉，没事，上去守、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两边的心理博弈都很精彩。这边以为是逼退嘛，绿石者开，让你以为雷兹靠中，其实没有，我在中右直接蹲你，你想要挤出来就全部 C 圈灌得很好，露露的大绝、瑞空的大绝、法洛斯的大绝全部的灌在酒桶身上面，因为一遍酒桶一倒，就很有机遇可以直接吃巴龙，避免叫平中的问题。想喝喝了一口酒，魔力不太够，他只有一波，有进化有闪晕到，兵线重，进化结。往后拉掉，不过已经残血，前面位置被留住了。嘉文融化，而且左边凯能也倒，双方的上路，上路换上路，一起殒命。不过这时候韩国队不想让对面退走，雷兹准备坐车，这个是法洛斯很好的输出点哦，准备包抄布拉姆，直接架盾九头往前撞，法洛斯疯狂输出，被留住了 ，AIC 也疯狂输出啊，双方 AD 都在 carry 啊，对点，正面对射，哇，最终换掉是 Faker 赢了，哇，是 Faker 赢了 ，Faker 获成最大赢家。哇，这一个以为是双方 AD 的对点，结果是 Faker 点他。那时候其实四个队友全部闪上去救他。哦，这边你看传过来之后，布朗姆的雄心中路直接架挡住全部大部分的伤害，全部挡下来。再下一个虚弱闪现拉掉之后，你看这边这个空间很明显差很多。套完盾之后，虽然又在这边极限对拼，把艾希给拼掉，但 Faker 是没有人可以处理的。哇，这就是这时间点。扣进去这一波异常出的感动哎，真的。哦，开战了，反而是绑到。不过布朗姆加入在前面拱住了这一波，其实艾希的位置还不错哦，而且一分为二，Faker没有人阻止，没有人阻止。极电话好大，直接被抓到，直接死了。这个Faker被隔开，直接死了。UDI 要接管团战了，直接盖住露了被流，直接死。哇，这一波有机会了，中国队。但是兵线好像不允许这场游戏结束，球筒还想绕过去清线呢、还是要上去推线？他要断线。recall， 先看下这一波，这边法洛斯一个一直接绑到酒桶，石像鬼盘的开，但布朗姆这一波接上控制之后，整体的伤害都灌在他身上，他直接被秒杀。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大家看前排控场，因为在这边的输出其实很惊人的，他直接点过去一下两下三下，雷兹就不见了，那个速度之快完全没有办法反应。那虽然艾希很努力的在收降国，但是其实是要秒杀，还是要回头？看来这个拼很快，吃很快。但赵信没有闪现哦，选择拉出来吗？哦，拉出来不拼中，那就是切中吗？中间拉，哎，要切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兵线中，赵信被留住，九个包九只大把赵信给炸了，两秒直接杀赵信，博纳军用武装翻开对面，反身进攻跟嘉文一起进场，瑞空也来了，凯神想要进场，不过这个开大效果并没有很好，艾希在前面收掉了赵信，不过自己的伤害已经打不出来了。这是一个 UDI 的局啊， UDI 太强了吧，疯狂扫射啊，他法洛斯拿的不是弓箭啊，那个绝对是一种黑科技啊，打超快的，这个造型确实一个黑科技造型，他比赛要结束了，应该是直接结束了。往前进攻，剩下一个布朗姆根本无法守备，中国队在这一场一个巴龙的团战成功取胜，拿下这一场比赛，1-0啊，暂时的一个领先。现在这时候站了出来，不愧是我们这个小狗厉害的。他在最后的那个小团是挑准了目标秒杀之后，就是疯狂的一路输出，雷兹也是直接的就不见了。其实这个团战我觉得很关键的还是一开始开赵信，赵信被打残之后，配合露露的救急电话直接把状态拉起来之后，很勇猛直接戳回去，拿配合嘉文 EQ 盖三个，瑞空控三个。那艾希虽然在这个团战看起来应该有不错的输出空间，但是其实他是被嘉文整个拖住，嘉文按了石像鬼盘核之后，艾希疯狂的在对他输出，但是打不死。那一旦嘉文撑过了那个环节之后，回过头来看 UZI 已经把韩国队全部的队员都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来不及啊，感觉前排的坦克坦度有差，哎 ，hold 不住，真的 hold 不住。这一场也是韩国队在这一次亚运的一个首败啊，他们在前面。